嗨嗨咦哟，是嘿哟，大家好，呵呵，我是娜，没有错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 3D Weekly， 然后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今天一样的，算了，我们去钓一只鱼，然后做小虚拟好了。好，然后今天一样的就是要开始我们的新生活。这样，等一下，我忘记了，我们先拿出我们的这一个，跟我看一下哦。我们今天去跑一趟，去挖多一点那个金矿好的。反正今天星期二，星期二的话，我记得那一个店都没开，对吧？没有记错的话，那我们就走吧。这一个好 ，Let's go， 应该够吧？我看看，哇哦！然后我们就先放一个在这里，然后一个是要放在这里。好，先大概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走吧。哎呀，我先种下去好了。我看一看，这个的话大概就是这里的这里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种下去好了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一个放下去，这里，好，然后放下我们的这一个 ，OK， 然后还有这里，哦，那边就好了。这里的话，我们一样的去先放下我们的施肥。然后这边也要再打多一次，然后再放下去，然后我们再放下我们的南瓜，这里，好，然后这一个 ，OK， 就先大概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先去喂一下我们的小鸡，然后我们今天就跑一下那一个洞窟好了，就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这样，再丢，这个放这些好的，我看一下。我们要丢什么？应该没有东西要丢的吧？我们先把身上的东西放进仓库先，免得等一下又一大团糟的。这些全部先放进来，然后整理一下。然后我记得这个是要放在这里，这个我们也先放在这里好了。这个放这里。还有什么啊？应该没东西的吧？应该它不。然后这边我们就放下我们的 cherry， 这个也放进来好了，大概这样子。OK， 应该 OK 的吧 ？OK， 就这样，走吧。那一个传送门我们就先放在这里好了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先把我们的小鸡给弄好。Hello， 早安，午安，晚安。好，然后再把这个放进来。OK， 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就跑一趟那个地下室啊，地下室不啦。我们去跑一下那个地洞吧，对，地洞，地洞，对，没错。我看一下哦，我知道你们说蘑菇可以放啊，但是蘑菇等之后就收集比较多东西的时候，收集比较多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过放进去好了，走吧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又要再去跑洞窟一趟，因为我们的金矿又不足了，要去挖一挖这样，再挖多一个十多个应该就够了吧？对，挖多一个十多个，然后我们明天再去买多一点的种子，然后种下去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走吧，这里，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的爸妈，应该不需要吧？走吧，算了 ，Let's go， 今天就直接跑洞窟，然后到没有体力的时候再打算怎么办？我看一下，蘑菇记得不能吃。好像我们身上没有东西可以吃，那就算了，能挖到多少就挖到多少，有没有？走吧，就用我之前说的那一个方式，上下就 OK 了。OK， 走吧。好，哦，有新蘑菇哎，哇，好酷哦。这个没有东西哦，下面有一个，这层好多蘑菇哦，不是我要说。好事吗？算好事吧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些蘑菇全部拿上来。多蘑菇。蘑菇有人喜欢吗？我记得应该没有什么人喜欢吧。蘑菇，走吧，下一层。有金矿。好，然后这背景音乐感觉有点怪怪的。再下一层。哇哦，楼梯升层哎，好爽哦。这里也有金矿。金矿，我们只是来挖金矿了，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背景音乐改成那么奇怪，
感觉有点嘎嘎哎。这个就 stop， 没东西了。好啊，又中到了。好，顺便去下一层吧，反正我们现在在83了，有吗？哦，那是什么啊？红色的，感觉好酷。这边有一个金矿，好，知道吧？地下室嘞，欸，不是地下室，楼梯嘞，楼梯，哎，楼梯嘞，不要闹哦，底下我挖很多嘞，没有楼梯我们就爆炸了，真的，然后没有体力我们就要走上去了。好，哦哟，84，金矿，先挖再说啊，中到了。哎呦，不要跳啊！为什么我打不到你啊？等一下，你们两个等一下。OK， 两个在一起 ，nice。好，往下，没有，那边只有那一只，好讨厌那一只。上面这边有一个金块啊。OK， 然后我看一下哦。下面这边没有，这里也有金块，没有楼梯。我觉得我先找楼梯先好了。嗯，真心觉得我先找楼梯先好了。哎，他是冲过来的吗？会退后的哦，真假的？好猛哦，有楼梯了。然后这边就是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再下去把那个金块给打掉。那我们就下去楼梯，然后就差不多就这样子就 OK 了。OK， 好，走吧。好，85层 ，nice， 走吧，回家。然后有人说坐一下那个矿车看看，好啊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套。哦，直接过来，哎，好爽哦，好猛哦。那很好啊，那我们可以顺便把这个东西弄一弄，这个。我们拿一个新的特别的东西了，好，去啦。那我们先下来，把这一个丢过去先。早安，我看看哦，这个好，可以了，走吧。然后我们先上去看一下这里，我记得今天好像是有人的生日吧，莉亚还是谁的，忘记了，走吧，上去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等一下顺便钓一个两三条鱼上来好了，因为要做那个小新米给 Sebastian 这样，然后之后我们做好了就顺便去找 Sebastian 了。对，今天应该没开，哎，今天有开耶，真假的？真假的呀，有开就好。Hello， 我记得观众说要买 Canberry 吧 ，Canberry 对不对？观众说 Canberry 会涨比较多，走吧，买个，其实我不知道买多少个哎。买30个好了，先买30个，那我们先回家，买30个，然后先回家，然后看一下要怎样。这个叫什么 ？Small Mall Base， 我应该有，我等下顺便拿给你好了。今天是 Penny 的生日，好哦，所以我们要拿 Small Mall Base 给 Lia， 然后 Penny 生日我就送给他那个 Mayonnaise， 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应该啦，走吧。然后我没有钱了，买太多了。Let's go， 先回家，把家里的地给打打好。然后我们顺便拿那个 small mob base 给那个莉亚，这样，这我应该有吧？我看一下哦 ，small mob， 拉 small 我就有，等一下啊，我没有 small mob， 用完了哦，哦有啦，吓死我了，不要吓我啊，我还以为真没有。然后我们顺便下厨做一个这一个小西米出来。然后我们再拿出我们的一二三，还有一种种类嘞，等一下，我们的哦有哦就三种，吓到我了，我还想说我们是不是少一种还是什么鬼的，好吃下这一个，那我们就有体力了 ，Let's go， 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先把金块拿去烧一烧。那我们再做，我看一看，这里，好，
不要这样，这样子 ，OK。然后我们再做这个三个，哎，我们只能做三个，我真假的？我看一下哦，这里，这里有。那我们再把这一个给放下来，好。然后我们的 Clayberry 这样子，好。然后还有这里，然后这边再打再种。天啊，我们种好多、哦，等一下，感觉好多、哦，不是错觉。然后我们还需要那一个更多，等一下、哦，我先去拿一下。啊，今天我们先去找莉亚他们好先好了，先去找他们先好了。然后我觉得我等一下又没有，家又要不够时间了，走吧，先去找他们。这个可以迟点没关系，迟一两天应该没关系。啊，我忘记了下面没路。等等啊，走这里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Let's go。莉亚住下面吧，没记错的话。然后我们也要去找 Penny。天啊，要找好多人哦，好烦哦。呀、yeah, ，为什么这边 ？OK， 没事。Let's go。好啊，等一下。要顶我路，莉亚，我希望能遇到他，不能遇到他，我们就打算好的。虽然说，我觉得我常常都遇不到他就对了。很好，他人不在，那我迟点再回来好了。他人不在，我们就希望在路上去找 Penny 的路上可以遇到他就可以了。Penny 是哪一间家啦 ？Penny 是住哪里啦？呀，我有点忘记了。Penny 是住哪里啊？这里是 Alex 的家，这里是 Black Mage， 这里是 Major， 好像就这两间的其中一间。Helly， 我有点忘记了。Penny 是住哪一间了？我自己来看看好了，说不定我的记忆回来有没有？这里是，好像不是这一间，对，不是这一间，这一间是 Jody 他们的家，应该是隔壁那一间了。再不是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就当做今天没有看到杀神子好了。是这一间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一间，我真的不懂 Penny 住哪里耶，怎么办？算了，就当做没有注意到是他甚至好了，嘿，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走吧，我们先来这里 ，Saren， 好多人在哦，但是没有 Penny， 对，好难过。莉亚在这里，哎，那就好了。我看一下哦，莉亚，你的东西是这个，我丢，好。这样就 OK 了，然后我们再给 Gas 这一个，好，再给你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再聊一个天，然后就 OK 了，好，走吧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我们一样的就没有找到玛丽，这好像也是没办法，都没找到他。好，大概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先回家，把我们的东西也处理好 ，Go Go， 等一下我先做出来，这一个。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啦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有21个 ，OK， 这样子就够了 ，Let's go。我们先把这一个给搞好，然后我们的今天的实况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对。今天感觉好像没有做什么哎、欸，今天我们就到了85层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完成了 Penny 要Penny 的任务这样，然后我们现在是要把我们这些东西种好，然后我们就大概就先差不多先到此了，对。哦、我们今天又没找到什么类型，没关系，明天再找 ，OK 的。好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接下来就下面这一边，我觉得我们明天还可以再买一个啊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买一个多一个几个回来这样。那我们先把这边的地给打好，然后一样的就先撒上我们的粉粉，好，然后再放上我们的 berry。然后这里还可以再种多一个四个，天啊，好不平均！你先上来，我看一下哦，你放上来，然后把你丢在这里，有，
不要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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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在这里。巴扎，哎不对，阿扎有，我们刚放在这里。OK， 有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照顾到全部了，有没有？大概啦。然后这一边，这样，好麻烦哦。OK， 然后再放下我们这一个，我就应该不用买了吧？太多了吧？太多了，我就不要买了。大概这样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我看一下我们金块，好的，然后放进去，有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一个给丢进来，然后我们拿出这一个两个，这一个两个，然后把这个丢进去，这丢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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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菇都丢进去就对了，香菇丢进去，丢进去，然后刷新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等下拿去卖，再丢进去，应该没东西了吧？然后这个丢进来 ，OK， 可以了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再做出我们的 Smig， 然后再放下来，这里跟这里，那我们还差两个就完整了，有没有？差两个，然后我们这边就 OK 了，哇哦！不知不觉，我们这边就差不多要形成完毕了，然后再把金全部丢进来。OK， 9:40，我们去钓个鱼吧，去楼下那边钓个鱼，因为我们再怎样说，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些的鱼这样。Let's go， 钓一些鱼，那我们之后做沙须米也比较方便。走吧，走吧，下面这里10:00，我们可以再啊，我忘记钓，我忘记带了，等一下我忘记带了。等一下，好浪费时间哦！等一下，忘记带，忘记带，忘记带了，我忘记带我的鱼竿。鱼竿啊，我怕不够时间。等一下，哦，不对，不是你，你。哦，天哪，我忘记带耶！我觉得不够时间了，最多只能钓一只，没关系，一只算一只 ，OK 的。钓一只，然后我就马上回来，然后去睡觉了，太迟了，太迟了。我都没发现到，我忘记带了。走吧，走吧，钓一只，然后就回家，应该 OK 吧？走，这里，好。晚上的鱼，希望能给我一只吧，别整了，不要再来那一只了。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好慢哦。再慢慢来的话，就要12:00了。呀，卡住了，为什么？不要吓我。有，好，幸好是来自于，不然的话我快要哭了。有 ，OK， 可以了 ，shot， 而且还是金色的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走吧，回家喽。就特地下来钓一只鱼，然后就回家。然后家就有观众说：“娜娜，你是吃饱没事做，对不对？”没错，我就吃饱没事做。走吧，回家。钓一只鱼也算一只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差不多，就先到此，没有错啦。然后如果需要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继续我找我的更新影片。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了，然后看一下我们赚了多少钱就可以睡觉了。好，对呀 ，no， 摸一个，走吧，就这样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此了，没有错啦。如果需要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继续我找我的更新影片。然后我们就下一集继续我们 study with 吧，所以就讲啦。Ciao.